大家好啊，337只啦，终于出闪啦！大家一齐睇下佢系咩能力值先。我呢度咧会用呢个黑暗球嘅，因为依家系夜晚，最适合用嘅就系黑暗球啊。我哋一嚟过即刻用个先制嘅黑暗球，再测一测佢嗰个能力值。好啦，成功捉到啦，337只啦。好，我哋而家大家一齐睇下佢嘅能力值先。337只啊，就已经有闪啦！呢个世界上真系有希望嘅。好啦，60呢嘅夜出灵系加防减特攻啊，非常之好啊！咁然之后能力值咧啊，系相当好嘅速度啊，相当不妙啊，系完全睇都唔使睇，相当好嘅努力值，我冇记错系喺20以上啊，20以上。就会系标示为相当好的速度能力测试，系啦，咁啊，算系黑仔定唔好，黑仔定系好彩咧，就未知。咁337只呢一个嘅夜巨人咧，就喺唔喺直播度咧就结束咗啦，咁我哋下只夜闪再见，拜拜。